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L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在城县的 Yubalinda 是来看新房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呢，是 Yubalinda 新 home 新建的小区。那这个小区呢，一共有三个户型。那我们现在在户型一里面，户型一呢是4300尺，它是平层的设计。那么 Yubalinda 市呢是在城县的东北方向。那么这个城市它最著名的呢，就是它是美国总统尼克森的故乡。尼克森呢生于Yubalinda 市，并且这个城市有它的博物馆和它的图书馆。那 Yubalinda 市的人口大概有68000人，人均收入呢达到了6位数，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富裕的城市。Yubalinda 市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城市，它有许多的公园，而且它学区评分非常非常的好，是满分学区，10分学区。去年它的 API 有900多分哦，非常高的 API。那如果在美国想要购买学区房或者是自住房的小伙伴呢，可以考虑一下这边啦。好，我们现在走起。门廊后面的空间被分为了三个空间，分别是厨房、餐厅和客厅哈。那这三个空间依次的排开。那这边的色系的采用呢是灰色和白色的搭配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房呢喜欢采用灰色和白色的搭配，因为是非常漂亮。黑色呢代表着坚硬沉稳的男主人，白色呢代表着自然柔和的女主人。那这两个色调拼接在一起呢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幻想和浪漫的感觉的。那这边的厨房台面呢运用了意大利的云纹灰的设计，非常的高雅典雅，而且呢又跟整体房屋相搭配，更显着简洁美观。
来概括一下 Yubalina 市呢，就是全美宜居二十高，低调奢华多富豪，学习成绩十分好，绿草如茵跑马道。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参观过的这栋房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记得联系我哦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感谢收看，拜拜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